关本辖是日十八时零五分许，中丰路与环南路三段口交通事故案，经查为51岁男子驾驶黑色直角客车，36岁男子驾驶至白色直角客车，两车沿环南路二段往环南路三段方向行驶，双方于路口发生擦撞，致黑色直角客车失控冲撞中丰路上停等红灯之车辆，整体事故共计造成15部机机车损坏，2名机车骑士送医，经检测。各肇事驾驶人酒测值均为零，至于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正积极调查厘清当中。